好，我看一下哈，他说这边有个点叫 A 点，这边有个叫 B 点，n 为线段 AB 的中点，对吧？哈，而且 n 点是不是要死齐？SY，求这 SY 下运哪一个正确？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首先先把 XY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那 n 点是 AB 的中点嘛，哈，所以中点怎么算？把两点相加除以几？二，所以说这 n 点是不是要怎么算？老师直接相加好不好？先看 x。五加二是几？七，所以二分之七。再看 y，把三加负六是几？负三，所以2负的2分之3。所以说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这边是 x，这边是 y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哦。所以说第一个 A 选项，他说这 n 点在第四象限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 A 选项是对的，它在第四象限。B 选项把 x 减 y，这两个相减的时候大于零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 B 选项也是正确的。C 选项，它说 x 加 y 加起来会大于五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这两个相加是几啊？七减三是四，2分之42，二应该怎样？小于五，大于对吗？错，所以 C 是错的，这样行不行？D 选项，好不好？把 x 乘 y，这俩一正一负嘛，所以相乘一定会怎样？小于零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告诉我，哎，a 乘 y 嘛，他们两个一正一负，算出来是负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相乘一定会小于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 D 选项也是对的，所以说只有哪个是错的？C 选项是错误的。OK。